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。合集23。此时千万不要在寂静的楼道里自言自语，因为声控灯会亮。深夜如果感觉到周围气温骤降，千万不要在原地停留，因为会冻感冒。好冷啊。深夜千万不要在十字路口逗留，否则你会忍不住买吃的。啊，真香啊。12点过后就不要再去照镜子了，因为你会发现黑眼圈又肿了。深夜，哎，你吃饭了吗？嗯，千万不要和陌生人搭话。吃了。几点吃的？就刚刚吃完。因为他有可能在打电话。好的好的。这人怕不是脑子有病吗？